时候呢，有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带着把吉他，就坐在树底下自弹自唱哦。这个就是他们在当时自己所唱出来的歌，这样。大家好，我是沙培娟。开心可以来这里唱歌给很多朋友听哈。那其实我今天有点感冒，我一直担心唱不出声音来，这样。